那几天，因为我看就是礼物送到我家里就好几天，所以就一直忍着没有拆开，就等今天，真的没有拆开，就只是看到好像有看到这个，但是也没有开。诶，那我现在是开始拆礼物吗？唔知个网点啊？哇，你使唔使用？我揸住你用你部机睇下个网会唔会好窄？等我自拍住先。咦？Hello，诶，反唔到过嚟嘅，点反过嚟？Hello，大家能看到吗？诶，有听到我说话吗？诶，好似 OK 因为我原来系反唔到过嚟。可以。耶！然后我现在就开一下礼物，因为我都没有看过，就有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包起来。然后之前我是不是有说过我想换一个录音的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贴心，因为我那个麦就差不多就是要换了。然后是 AKG，我能猜到为什么你们会送 AKG 给我，因为你看到我之前就是 live 的麦都是 AKG，我想看一下。好细心哦！对呀，因为我真的，哎，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买一个新的麦，就是我平时录 cover 啊什么都会用自己的麦。哇哦！哎，这个型号是，C 二一 four，哎，four 一 four，C 二一四，C two one four，我不知道是什么，OK。我给你拿剪刀，等我一下。有剪刀。然后我本来那个麦都没有箱子，我觉得有箱子就非常方便，就非常方便，因为可以带出去，就是工作的时候。这个很好哦，哎，还有里面这个，不好意思，笑到手抖。连这个超好哦，因为我之前买我自己的麦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然后也没有那些，就是都要另外买，哇，然后我也看到就很贴心哦，还有这个，很贴心，因为我看到你们。都给了我这个吗？这个是，哦，这个是，哦，这个是录音麦的，哦，你们这个也买了，哦，然后这个也买，很专业，这个也买，很专业，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因为就是那个会防喷麦，碰麦。喷麦，哇，很专业，你们超专业。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然后还有一个琴嘛，就是雅马哈这个琴，哇，我觉得这很开心。今年的就是那个琴，因为刚好其实也没有很想换琴，但是我那个白色的琴就是直播一都用那个琴，然后我的 cafe 也就是用那个琴也用了好几年，所以今年收到一个新的琴，我真的好开心。然后今年还有新的录音麦，超开心。好，我们因为他们在变相提醒你多唱歌。是，已经每个星期差不多，可以，耶，谢谢，这个很好哎，然后这个好搞笑，这个是送给我还是送给我的狗？你的狗怎么用扇子？请问？对，
材。哎，我知道有一个是送给肥龙的，是这个吗 ？Custom， 哦，应该是这个，是啊，是个衣服吗？嗯。但是可能他你们做的 size 可能他可能会穿不下。你们自己做的吗？他们做的吗？这好可爱啊，嗯，有个背包，他可以背上自己的东西，好可爱啊！哎呦，有他的样子，还有他名字。我看一下那个。哎，他们说不是这一件，不是，应该还有另外一件是他们自己做的。哎，但是这个最宽叫到什么程度？调到哦，这样应该可以，因为它胸部很大。就，哎呦，我好喜欢这个，因为我真的刚好要买一个背包给我的狗，因为就是平时要帮它背很多东西出去嘛，就觉得它应该要自己背一点点东西，而且它那么壮，所以它可以。它真的只是壮吗？对。他很壮，所以可以背着。这个我妈妈也会很喜欢。太可爱了，这个真的太可爱。还有一个他的衣服吗？对，但是哦，我们放在猜，对对对，不知道在哪个里面，应该会看到。是不是在那个？哎，是不是在那个盒子里？你看一下。我这个就是周末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用这个。看一下是不是在那个盒子里。这个上面有个狗狗的盒子，我不知道。哦，不是，哦，不是，这个我今天可以打。哎，哦，是，哦，是这个吧？哦，这个是做的吧？自己做的吗？对对。哦，对，因为那个 size 很大。哦，好可爱啊！那我心情。就是周末真的要带他去拍照，哇，太可爱了这个，而且他真的可以穿得下，因为真的这根本就像小孩的衣服。我爸有一天说，就说他现在那么胖，就不用买就是狗狗的衣服，直接买那些童装给他穿就可以。啊，对，就真的有点像，就是童装，啊，就是那个 T 恤。哦，这个好好看。然后这个是给他的吗？哎，还是这个是给我的？不知道。啊，这个吗？哎，那我可以先带着。哎，假发片。他把假发片搓掉了。哎，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OK， 带一回。哎呀，这个好好看。哎，还有这个，哎，这个我之前就是你们就送了一个给我跟周黎吗？哦，我有一个兔子。这个 我不知道是兔子还是什么。这个其实我可以今天晚上。哎，那个是什么？哦，那个是给肥龙。哦，我知道是给肥龙戴在这里。是吗？是吗？是我，哎，这个也很可爱。啊，这个不是发带吗？发带，哦，不是，应该是发带。Okay. 但是它可以就是挂在它的那个，这样很可爱。行，这个。哎，他们说这个是给你的发带。啊，给我的吗？对啊。戴头上的。应该是把头发都放后面，哦，然后上面打个结那种。啊，那我跟他就是一套。哎，真的是，看肥龙的东西很开心。不是这个那个盖子，哦，你给我。然后哎，就看一下这个，这好像是昨天收到的。我知道那个是谁写给我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看到他，就是
写了这一段字，然后就是从那个属于粉红色的啊，属于粉红色的海鸥，邂逅开始的夏天开始，已经陪你度过第二个哦，对，第二个生日了，喜欢你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还有这个，还有继续走下去吧，走过星辰变爱，走过星辰变爱变换。走过星辰变换，走过春夏秋冬。哇，你们写的字很什么很难。这个好好看，这个好好看。哎，这个好好看，这个、哪里买的你们？好好看，这个是洗脸的时候我真的会用这个。洗脸。洗脸的时候我真的用这个。这个好好看哎。对。去买个同款。这个也是。哦。哦。送给周礼的。好可爱哦。好好笑。哎，有两个。你选一个。我们一人一个。好可爱。哎，这个猪。这个猪是什么？你选一个。你选一个。你选一个。我选了。那我选这个。啊，好可爱。啊，这个。我平时真的会用这个。哎，你会用这个吗？会啊会啊。洗脸的时候。哎，这个啊，这个也是我昨天收到的。对，因为它这个上面是那个站子送的。啊，会拆吗？我这样拆到明天。好了，我用暴力撕开。拆礼物的过程很爽。看直播的时候是他们还在放大吧，应该哦，好像我有问我朋友，因为今天就是因为我的怎么说，就是我自己是没有分那些星期几的东西，所以我就知道今天是星期二的时候，我就有问过啊，他们说还在放假，明天才上班。哦，放那个五一连假，不是五一劳动假期，哦，劳动节嘛。哇，还在放，放五天呢。哦，所以今天还是假期，对，假期的最后一天。哦，那难怪就是选3点钟这个时间，因为我在想，哎，是不是有一些人在可能在上班？哇，这个很重。然后这个花是很好看，然后是今天公司送给我，虽然有点早，好像10点钟，但是我啊，10点钟我也起来，哇，好早哦 ！Oh my god！ 什么？什么东西啊？看不到。快拿起来！什么？我自己还想推荐这个，然后我买了这个，就是这个牌子的，它超好用。什么东西？我给你看。什么？高清日光镜？哦，镜子吗？对，但是这个超好用，因为我买了另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贵，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淘了另一个，然后我现在一直每天都在用这个。我以为是空气清新机。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那么开心，但是这个真的。好好用，他没有，他刚刚在说觉得这个有点贵，他没有买，没有买到这个，对，他买了另外一个。但是我本来想买这个，因为这个我是很喜欢，
就买了那个便宜一点的。哇，而且这个很光，这个超光，我给你看。但是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电，因为啊，这个好像一个电蚊拍哦。对，但是啊，什么没电？没有电。哎，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是这个牌子好像我们在101的时候，不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镜子，就是粉红色的镜子，粉红色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收到这样的镜子，然后还会发光，然后我们就是几个女生在研究这个镜子是怎么样发光，因为它是很小的补妆的镜子嘛，然后它没有那些按钮，然后原来它就是划一圈然后它就有光，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就很光，这个镜好像就是同一个牌子。哇，这超好哎。哇，我很想买这个之前。然后它就是可以，哇，很神奇，它就会，原来它会粘着这个。就是哦，它没有底座，就直接这样粘放着吗？它就不会发。哇！对，它就这样粘着。哇哇哇！这个我真的好想买，之前。哎，有光哎！有光！哇！这超好用，这真的超好用。哎，那我可以把我家里那个给你。行了。那个就是少一点点，然后它也可以调光，然后这好好，哎，给你看，然后它可以调光，嗯，啊，可以按，嗯，然后它可以很光，超光，那你以后化妆会不会更美了？更美了，哦，哇，它可以调颜色，现在变成暖色，我觉得这个光比较好。哦，对对对，哇。超好，这个真的超好。我之前还想就是推荐给大家买这个牌子的镜子。哦，谢谢，这个超好。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对啊，而且就是你如果去，其实我之前想买来就是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在，就行李还有空间的话可以放在行李箱。哦。对。这个真的好好好紧张，他的行李箱东西已经够多了，还拿一个这种镜子，还拿这个，好怕。哎，你这里放，你放，哎，小心小心小心，那个盒子不够力。你放，来来来。哇，超开心。太了解你了，大家都。对。为什么每次一送礼物就直接一送一个准？笑死我！哎，那我就，哎，打开那些，哎，这个其实我有偷看。我记得上一年的时候，你们也送了我四个颜色，然后我就基本上每天都会用，因为，然后我今年这四个颜色，我觉得也就是非常适合我，然后我偷看了这一款。那个外盒很好看。哦，对对对对对，那个粉色，然后这个是。那个颜色就是那种，是不是玫瑰豆沙吧？对对，豆沙，豆沙色。这个就是很搭，很白搭搭，很搭。然后哎，我很喜欢用这个牌子的口红，就很润。哦，这个也是，这个深一点的，深一点点，很好看。哦，它那个很特别。这个颜色，看大多数都是黑色嘛，哦，很正的红色。哎，这是橘色，我常用的橘色，橘色也是非常搭。谢谢。然后，哎，这个我是一直很想拆开，是不是香水？你把这个给我。我猜这是香水，啊，还用你猜吗？这不是这么明显，啊，这个盒子。哎，我觉得他们都很了解你，哎，对啊，送的东西，口红是他
化妆最喜欢的一个单品。然后呢，诶，有卡片，诶，有，哦，很香，为什么好over。 但是而且香水也是他经常会用的，而且我很喜欢买香水，人人见人爱呀。优雅，哦，是自己写的吗？这个字写得很好看，哦，你们的字很好看，嗯，也是自己写的，好漂亮，自己写的，哦，优雅低调轻声阳光，你们很配，兔德的恰到好处，哇哦，很香。我来了，我开了。嗯，告到了吗？嗯，哎，你要不要我先拿着？好，你先拿。我可以，我去拿。好，我可以反过来吗？可以反吗？哎，可以。Hello， 那我自己来，因为周里要去帮我去拿蛋糕。OK。哎，那我，哎，我现在其实可以看，就是看一下留言。你看我后面那个嘞，那些就是周里今天早上买来帮我贴的，是不是很好看？谢谢。对，我今天好美。今天生日嘛，然后我牙齿有口红，然后我妈就说就我今天要画眉点，每天都美。哎，这个光我觉得可以再浅一点。等一下，然后哎，哦，这光还在前，我调一下光。OK， 然后这个超可爱的。现在把口红，对对对，刚刚到牙齿下面，耳环很好看，谢谢。咦，然后这花超大，哎，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我超喜欢这个，哎，拿不到过来，我超喜欢这个，超美的，哎。哎，那个是超美的，这个在买几个？哇哇，好大个都，哇，耶，然后就你回来了，然后我就交给他。哦，好美啊，看到我的蛋糕了，你也要吃蛋糕，你现在是自拍的啊？怎么转啊？怎么转啊？有那个OK。 耶，可以继续猜这个。哦，我送，全部都是送纸给你。盒子比较大，好像，哦，真的不是香水，
不是啊，蜡烛吗？对，但是我也是常常用，哦，但是很香。哦，我好喜欢这个味道，这是英国梨，这个味道很好闻。对，这个味道你闻到吗？我闻不到，但我知道。嗯，这个味道很香。哇，谢谢，谢谢。然后我，咦，还是我现在读一下信。对啊，信在下面。读一下信。信在这里。好好看，画的这个。哎，对对对，我就是刚刚拍照给我妈看的这个。他说他放在他的店里面，超好看。哎，那你有这个吗？我有啊，你有啊，我也有一个这个。哦，把这个盒子给我。啊，这个也是信。啊，哇，很多信。冰箱掉下来，哦，有点松。哎，哇，你们的信，哇，这个很好看。你们的信，现在读一下信，一读信就想起冠志斌。今天，哎呀，今天就要邀请他跟我一起读信。他真的超级好。哇，这个写很多。哇，写了一千字。哇哇，能读吗？可以。什么鬼？这个，但我很喜欢。我也放在这里。哇，我今天读这个，哇，这是一封啊，叮。这是一封从2000多公里外的地方，2000公里外的地方，很远，来到你面前的信。周杰伦有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哎，是什么歌？天青色，而我在……哎，算了，好，啊，是什么歌？青花瓷吧，对吧？对啊对啊，怎么唱？瓷器上的天青色，天青色的烟雨。哦，对啊，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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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哇，很难，这个字，瓷器上的天青色，传说需要在烟雨中烧记才可以实现那一幕。我在说什么？烟雨中消极消极啊，烟雨中，话说需要在烟雨中烧制才可以实现，哦，烧制才可以实现。烧制是什么？烧了吗？烧制这个陶瓷要烧啊，哦，要整啊，哦，那一抹浪漫纯净颜色的出现，它需要漫长的等待。哇，你们写诗吗？好难啊。等待着烟雨天的出现，就像一场冒险。等到雨停，天青色伴随着晴空的出现，显露在其膝上，那一瞬间的惊艳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平凡。好了，很长。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我慢慢看你们的诗。很想冠志斌在。我觉得我要跟他拍，就是拍一个。好了。哇，这里有一个心，怎么这个就是怎么弄的？我以前会，但是我现在不会了。是小学的时候会做这个，哇！但是这个很厉害哦，心中有心。OK， 好，
你们的信里面还有信。OK， 哇，这个也很长，这个也是几张。好，那我快读，读第一段吧。好，居然做一年的生日写信了。今天看到有粉丝说想听听许金韵 cover， 你想听的歌要在各大写教网络疯狂留言，哈哈哈！感觉你还是哪个疯狂众粉的你。我记得我刚入坑的时候，我看的就是你和粉丝互动的视频，很喜欢你们互怼，很可爱，气氛很好。希望可以快点跟你们互怼，因为现在就是直播嘛，就是只有你们怼我。好，继续看，这个哦，这感觉也是哇。包着，哇！你们的心都很好看，真的。哇，好可爱！生日快乐！这是陪我陪你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哦，希望以后每一年都能写信给你，跟你说声生日快乐。你是舞台上的小精灵，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天生就是属于舞台的。而你一下台就傻乎乎喜欢真实的你。OK， 哎，但是他也写很多，然后，2020年，希望你带给洞庭茶更多音乐作品，同时希望你能多发微博、抖音平台。最近的微博最近的跟博频率很满意，是吗？韵韵，只要你一直唱下去，我就一直会听下去，不会忘记你。然后他是安竹拉的钢琴手，我记得他的名字。好了，然后我就看一下另一个盒了。哇，你们这个盒也很好看，就因为我其实一直有用一个箱子，然后放你们的信，然后我之后就可以换成这一个。好，哇哦，哎，这个我记得它，氧化钙。from 长沙，就是因为他有来长沙，我知道，就是我比上一年比赛的时候在这样唱好美，然后就很简短，非常好，然后就是英皇歌姬，听到你的歌姬是这个。哎，是不是这个？我的新名字，听到你的歌声，我的世界便有了阳光，有了阳光，世界就会开满花。OK， 哎，哦，这个是茶颜悦色的，我多久没有喝？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喝到。再看一下，我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哎，这个哦，这个很有心思，就是它是广东甘门开平，广东什么？广东甘门，江门，哦，江门。开屏，微博是青春的痛，众会释然。什么？好难念的名字。哇！哇！没有。哇，这个是书签吗？很好看。啊。这个也是很长，就没绿色那个。哦哦哦哦 ，OK。
然后首先那我读其中一段吧，我看一下。我今年14岁，我很小，从10一开始就喜欢姐姐了。那你看10的时候应该是12岁。当初一看101就记住了你，因为你唱歌真的很好听，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被吸引了。后来一直看下去，就是越来越喜欢你，真的努力又坚持。一开始的时候舞蹈连节奏也跟不上，当时真的很担心，我也很担心，但后来别人家的小孩就很完整流畅的跳下来。哇，原来对，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别人家的小孩自己也觉得，现在也会记得就是那个舞蹈怎么跳，因为真那个时候真的练很多。从小开始学舞。哦，原来你是跳舞之人，真的哎呀，真的又佩服又心疼，因为我明白一个没基础的人。你干嘛笑到流口水？我明白一个14岁人说我明白一个没基础的人需要在短时间做到这样，付出的努力真的很多很多，而且你也比较高。哦，对对对对，我就是看到就是之前有人说就是比较高的人跳舞会怎么说，就可能比较难一点，但是就是比较小一点，个子比较小一点的话就可能比较灵活这样。但是我觉得还好了，我也不是就是我也没有到1.7米多那种高到，所以我觉得我这身高其实对跳舞其实还好。是这个啦。什么？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很好笑。封印非许金玉不能打开。里面也是，你画了画我画画吗？哦，这个是，哦，我知道他，因为他画了一个画在后面，然后说这是我在想写信内容时的创作，不要太在意。然后这是来自一位男粉的信，就是从101开始喜欢你已经有1年多，跟着你去了几个城市。哦，我知道他啊，我刚刚看到名字我知道他，跟了我去了几个城市，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有没有认识到女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就是女生的冻柠茶就比较多嘛，所以就其实你选择了我是一个好事，因为可能比较容易认识女朋友，然后见证你1年来很多舞台，感谢你，哇哦！然后希望就是你在就是之后就未来，然后跟着我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女朋友吧。哎，他好操心哦。对，你有在看吗？有在看吗？现在。哎，这个是也是很厚。好，然后我读完这个，然后我就继续拆一下礼物。和女朋友一起追星，说有了女朋友就一起追你。哦，就是现在还没有吗？不知道哎。哇，这个很多哦，真的是。哇，等一下。哇。哦 ，Page One 写很多 ，Page Two， 你写书吗？Page Three， 那个是最后的。哇，你写很多，哇，好，那我就读最后一版，然后
最后苏嘎祝亲爱的许金玉安吉拉生日快乐，希望小许健康平安，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然后就是在之后能就是看到大家都是开心心，家人和朋友都身体健康，一直陪着小许，祝福小许歌手之路更加Shine 英文、okay. 突然有一个英文，祝福小许事业顺利，天天笑口常开，祝愿小许一切安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期待 Sugar 与小许的第一期见面。哦，原来我们没有见过面，然后他就是住在的城市是天津。哦，哎，我之前好像去过一次天津，没有吧？没有吗？没有吧？哦，哦，是没有没有，应该没有。我也期待就是去天津跟你见面。好，回去慢慢看吧，现在拆礼物吧。对，因为信很多。好，就这样。哇，你们写的信。就真的非常非常就有心写那么多的字，然后哎，这个是什么？哎，哦，这个原来也是给肥龙的，刚忘了，是一个猪包，猪包，它也就是可以背着东西，哇，很喜欢，今天它有收到很多礼物。我替他说谢谢，然后看这个，重要呀，要命！啊，对对对，啊，这个是睡衣吗？啊？是吗？我感觉好像是。哦，那我今天晚上可以，是吗？是吧？是吗？是是是是是是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对啊，有点像那个 boss 啊，好像那个打篮球的。但是今天那我今天晚上可以换新的睡衣，粉红色，可以换新的睡衣睡觉，很舒服的感觉。对，那我就直接，哦。咦，这个也是放在一起的，好像是。哇哦！暴力。有一封信，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人说会不会是日历？哎，啊，证书。哦哦，证书。对呀。我之前看到，然后这个是，哦，谢谢你们，超好，因为他就是对扶贫共建共益活动的关心和支持，你的捐款账全部按照你的意愿用于公益项目中，我们将遵照你的意愿进行透明公开的现款使用，谢谢你们。我们相信在你的大爱帮助下，受助地区的生活将得到改善。改善，跟代表主办单位和及受环聚地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哦，你们真好，很有爱。
然后我也很喜欢收到这样的，然后就是自己的生日礼物可以就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个真的好暖。对，就是可以帮到人嘛。啊，我看到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其实如果之后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就是希望就是在就是有一这类型的慈善，对，慈善，然后就是你捐赠的一间音乐教室将按照你的意愿用于原山里蛙的成长梦想项目。哦，这超好，因为我看到他们，就是我看到你们有说过，就是因为我就其实一直其实我都想有能力的话就开一间就是音乐教室什么的，然后就是教一下音乐，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教音乐，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就是想学音乐的小朋友们，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真的学音乐真的不容易，也不是每一个家庭就是能负担的费用，所以真的我觉得有一这类型就是可以就是公益的项目，就是教音乐给一些就是很想学音乐的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啊，真的好，很开心。哎，我放地下。哎，哇，还有很多哎，看一下这些盒子。好，我觉得应该是信。哎，那我全部打开。这个。驱蚊，因为每一次拍 MV 都会给蚊子咬到不行。哎，哦，这个我好像你们之前也有送过我，这是汪西西的，这应该放一起。对，卡片和小包，这个我也有。哦，这个吗？这个是什么？里面都有信，每一个里面都有信。可以这样打开，不知道是什么。嗯，是什么笔吗？哦，笔吗？哦，咋装成这样啊？笔呀、啊！真的是笔？对啊，你在自己手上写。我以为它是那种可能是透明，然后就用灯叫它的那种。然后那边那些盒子，哎，还有这个。哦，它是那种，哦，很多，很好看。是我就是今晚唱影歌的每一个，哇，这太有心了。然后那个是应该是萝莉味这一集的，哇，很有心。哦，是哎，哇，超有心。就对，里面还有，哦，是那些，对对对，poster 的图片，很好看。中秋圆月圆夜，甚是想你。哦，很好看。然后这个看一下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发夹？哦，就是可以勾着，就是挂。哦，你的签名。对哦，
我现在把它勾在我。哎，这个蛮好看的。对，这颜色也很好看。哎，我可以勾在这里。很配啊。我们就拆完了。哎哎，对对对，看到这个。哦，那个是那个。对呀、啊。相册。这个。我偷看了一下，因为这个很好看。超好看。这个我也有一本，放在公司。啊、你有了？嗯。哦。这个很好看。这个时候比较胖，发现了。对，这时候真的是有点胖哦。对，手臂也比较粗。看到自己减肥的过程。嗯，我喜欢这个。我记得好像上一年也是有类似这一本的。哎，然后我一撕过看。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我先拿到这里来。哎，这个是可以发光的哦。我才发现它有一个，哎，哦，对，很好看。我猜了多久？现在53分钟。53啊！有那么快？哦，还有这个，刚刚掉在地下。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个耳机。就是我觉得，就是送关于音乐的东西，我就非常实用，因为我都会用。这个是听，对对对，其实因为我录音的时候都会用这个类型的耳机，就包着耳朵。哎，我发现我后面还有，哎，我猜这个是手幅，感觉是手幅啊。我直接拿这个给你剪开，好吧？哎，这个好哦。哎，因为我有很多手幅，但是现在还没装起来。哇，这个好。哇，哎，这个是新模，好像不是不是，这个是上一年的。这个是音乐会的时候，对，音乐会的时候他们做的。对，哦，这个是手幅，装手幅的。哇，超好，还我觉得好厉害哦，怎么开始有这种什么东西都有。好，那我他们真的包得好好。嗯，这个是这里面的卡，我知道这是眼影，啊？是吗？嗯？哎，对对对，哦哦，是眼影，看一下。哦。哎，那我明天可以用，明天化妆时候可以试。哦，很好看。这个牌子，这个牌子也蛮好用的。嗯。哇，里面的颜色都是我平时会用的颜色。
很好看。我真的，哎，宋妍妍应该是太认真的看过你化的妆。对，而且她这个包装也是粉红色，应该是故意的。哎，会不会又是眼影呢？很爽，粉底。哦，哦，啊！我刚好可以明天可以用，就是发茶啊，发茶。对对对，哎，那我明天可以用这个。有两个，哦，这个很好看，嗯，嗯，真的，真的很了解我，那我这个拿出来，这样很好哎，很了解，送的东西都很实用，对，然后他们都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天用。是吗？对啊，你后面还有幅画。哦，是这个。刚刚助理也说这他也很喜欢。嗯，好好看。很喜欢，就是不必也在。他的肚腩你们都画出来了。哎，很好看，这个很多造型，好美。好，拆这两个吧。对，这个我之前你们送过类似，好烦，又是歌姬，好看啊这个。最后一个，哦，那个相册。还有那个、哦、那个扇，哎、啊，对对，刚刚也有在这里。哦，哎，哦哦哦，刚刚那一本吗？对。哦，哇，哎，可以放在一起。谢谢。然后我扇子也放在一起。哇，然后还有你们送的蛋糕。哎，那我们现在拿过来吗？对，把蛋糕拿过来。那我们先收一下东西。腾出一个空位置过来就，腾出这个位置过来就好了。然后把这个塞拿过来。OK。嗯，可以。耶、yeah ！那我现在，哎，那我先拿着。啊。啊！对，我没有打火机。哎，那这里有。哎，对，没有打火机。没关系，我就装吹一下。哦，这个好好，这个很好看。哦，我怕它会融融，对，哦，小心，很香，很香。哦，好想现在吃。哎，我看。
哎，也挺好。那里热吗？我现在在开空调，因为今天很热。哎，无所谓啊。哦哦，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蛋糕，然后它就是非常有心，旁边不能碰到。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它的店是 Little Miss Cake， 然后它的样子是这样的，就是起跑的，对对对，反光。哦，起跑的样子。哎，那我先把这个拆。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哇！因为他拿过，小心，他说不能碰到那个边边哦，好紧张。能开吗？哎，没有没有，他这里粘住了，粘住。嗯。哇，这个要做多少个小时？这里也有，它的这个是起跑的，就很，还不能开，那边有没有？我还有。着急，哦，应该可以，可以了吧？哦，哎，那边碰到了，好紧张，咦，这边还没开，是为什么？这里还有，你用那个剪刀剪一下，为什么我刚看不到？不是，就是刮旁边那里。哦、oh, ，yes， 好，真的可以开了。哦耶！超好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哎，对，这个钢琴，哇，好好看，咦，然后哎，但是。我因为我们也没有打火机，然后我就为什么会没有打火机，然后我就先许愿，然后我就吹。有一个 app 就是，可以给他看一下啊。什么？没有，我在看他们说要不要一起唱个生日歌。哦，好啊。好，但是我不能听到他们敲字吧。哦，好啊。生日快乐，他说预备唱，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好，我许愿，好，我带大家唱了。OK， 我就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希望我们，哇，希望我们也快点见面吧。然后就也希望快点可以就是唱现场给你们听。对，就很感觉就是差不多，就是好像从一月开始，然后就没有唱过，就是现场看到你们，然后唱歌给你们听。所以希望快点可以见到大家，然后唱歌给大家听。谢谢、啊、好，然后最后呢就唱两句我自己的新歌、啊、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耶、yeah! ！谢谢大家。然后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寄那么多礼物给我，也就很辛苦。然后也就是谢谢你们的琴，因为这个还没安装好，你们给我的琴还没安装好，所以就是我一安装好的时候，我就会开 live， 然后弹那个琴，你们送我琴，然后弹唱给你们听。还有耳机啊，对对对，什么对，还有耳机麦，然后对都能用上。然后我现在就是立马就可以吃掉这个，谢谢你们，拜拜。